然后赚到的感觉，就是一下听三个人演唱。哦，我想说赚到什么？看我们换位置很有趣吗？我现在还没有想到怎么送。不是说打架吗？我也会下去参战。要不第一名怎么办？太酷了、哦！哎、欸，今天的客人好像心情不是很好。对啊，然后压力很大哦。是因为他们不想当你的姐妹吗？小帮手。把你再做两个礼拜、啊。不用了，把他先走。连夜离开。OK， 好，那我要唱我们乐团的歌，这首歌叫《墙》，那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首。它是在讲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，还会在无意之中，它就越来越疏离。这个疏离呢，不只是人越来越远，而是人跟人之间的墙会越筑越高，越来越厚。那这首歌的歌名叫《墙》，那是为了提醒大家，你跟你旁边的人，你跟你的朋友之间的关系是需要常常去。常常去维护的，像现在有很多状况，我自己觉得现在科技越发达，然后变得我们的关系维护反而越来越难。比方说，因为 LINE 的关系好像很方便，但其实会造成非常多的机会，你可以已读不回，然后或者是你常常人家没有回你，可是那不代表他已读不回本来不是一个，反正我觉得如果正怎么讲，应该可以理解说哦他在忙或者什么。可它现在变成一个是一个不好的一个动作，就是不好的消极的动作。他没有在做什么事情，然后就变成一个消极的，然后变成好像会扣分，然后一读不回这件事情。或者是那个口气不一定了解这样。我们昨天吵架，太太天骂我。不是啊，我是说在 LINE 里面啦，口气会难以猜测。刚刚是属于一种自首的状态，对不对？我没说你。所以其实现在的东西越来越方便，可是反而关系越来越维护。像其实我个人一直把 Facebook 用的比较隐私一点，所以我不太加人家朋友，然后人家也找不到我，只有是朋友才看得到。然后就变成了有些人会，我遇过就很生气，跟我讲说你为什么还没有加我朋友？然后没有加你朋友变成一件很可怕的事情，就是我们没有互相加为朋友。可其实你也知道，就是当我们加朋友之后，我可能也不会跟你有什么特别的互动跟联络，我们只是加了，好像变朋友，但其实不一定真的是朋友。所以这个科技东西，这个很多的关系变得越来越难维护，很难维持。你很容易扩大，但是你很难维持。那我是希望大家可以把关系越来越拉近。现在开始有点严肃了。有刚刚还不是以前那再严肃一点啊！哎呀。我以前在街头，讲多久了？你知道啊，你唱歌没有太多时间。好了，直接唱这首歌叫《墙》。我们团名呢叫天路客，有发了一张专辑，大家可以上网找一下。这铁窗看世界。
心的墙。